because of my poor English, so I will finish my share in Chinese later. But my PowerPoint, I use Chinese and English both. Actually, there is a transaction link. I sent the link to the chat. Okay, I will begin my presentation. Hello, 大家好。这个我今天很高兴在有这样个机会，然后在超级账本全球论坛，然后来分享一下我在这个项目文档方面的一些经验，然后还有一些之前参加过的一些工作。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目前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工作，是区块链工程师，然后同时我现在也是超级账本中国技术工作组的联席组长，主要在负责文档国际化还有教育这块工作，同时也会组织一些超级账本在中国的一些活动。OK， 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Documents are as important as codes， 就是文档和代码同样重要。我觉得其实这个名字有点俗，有点 simple， 有点简单。但是要说这个事情呢，其实应该是有很多的开发者在维护一个项目的时候常常会忽略的一个事情。也就是我们作为这个开发者 coder， 我们在写代码的时候通常是最关注的是代码，是写出一个好的代码，把一个方法给封装好，把一个项目的架构设计好。但是呢，我们往往会忽视掉用户在用的过程中，他们最先看到的其实是 documents， 就是文档。一个用户他对这个行业，他对这个项目不太熟悉的时候，他要用的时候肯定第一个要先看我们的文档。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官方文档或者项目中的 readme 就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入口。我在超级账本这个参与超级账本社区活动的过程中呢，也是一直参与了这个 Fabric 官方文档的翻译，然后现在的中文版本 Fabric 文档已经是完成了 1.4.2 和 2.2.0。当然 2.2.0 的文档应该是还有小部分的章节没有翻译，但是已经大部分的完成了。OK， 先进入我的第一页 PPT。这里其实就是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什么我还是觉得这个文档对于一个项目来说我们为什么要做它。就像我刚才说到的，首先文档是学习一个项目的第一手资料。就 documents are the first materials when starting learning a project。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多数的用户在用的过程都会有这样，特别是当我刚开始接触 Fabric 的时候，我其实就是在看官方文档，我的英文阅读能力还可以，所以我就在一直在很艰难的阅读英文文档，然后从开始，一点一点学习。然后学习怎么搭建一个测试网络，然后学习怎么构建链码，然后学习怎么开发上层应用。所以这个文档对我的入门是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然后还有就是文档有助于降低使用门槛，提升项目的友好程度。 Documents make it easier to use and more friendly。 这就是也是我刚才说到的，我们有了这么一个文档之后，大家使用者项目才能快速的上手，才能快速的使用你这个项目来开发文档，然后就节约了很多去比如说要需要阅读源码，然后才能看发现一些问题，才能知道该怎么使用。同时呢，文档其实相对来说在我们熟悉一个项目的时候比视频我觉得是更好的，因为文档你可以反复的阅读，然后斟酌它每一句话的意思。但是视频呢，你听下来可能你在听过一段之后想再回来再重复听这段内容，
就是没有那么方便了，就没有文档这么阅读起来这么方便，这么友好。还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文档的国际化，非常重要，它有助于项目的全球推广。The international documents promote the project globalization。我们现在其实很多的开源项目，它的文档主要是英文的。可能有多方面原因吧。一个方面可能是因为，项目的开发者他本来是一个母语为英语的国家的人，这个时候他就是使用英语来写这个文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中国的社区里边，其实中国的企业还有开源社区里边很常见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的项目开发完成之后，为了方便向全球化推广，方便非母语为中文的国家的开发者使用，我们也会写一个英文的文档。这个文档对于项目的对外推广是非常非常友好的。所以文档的国际化也是我们在项目开发的过程中需要关注的一个点。OK， 下面我就还以我最熟悉的 Hyperledger 为样例吧，然后来讲一下这个 documents 文档，这个是我们在文档这个方面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首先Fabric 是目前最流行的一个项目，就在超级账本这个项目下， Fabric 应该是最流行的项目了。它的文档呢也是非常的非常的长，同时呢当然也非常的完善。目前 Fabric 的文档应该大概有16个章节。我大概统计了一下，这个它的字数，是英文版的应该是在180000字左右。中间呢还有丰富的图表示例，然后流程图、甬道图等等，就是配合着文字描述的非常非常清晰。Fabric 的文档一直是我就比较喜欢的一个项目文档。另外呢它的文档中还包含了应用示例，比如说这 PaperNet， 它就是你使用 Fabric 过程中然后怎么开发一个项目，然后以什么样的思路来思考，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示例。另外它的图表非常丰富，也是同时呢它的图表也做的是比较的漂亮。所以我觉得在开源项目中 Fabric 文档应该是一个比较值得大家学习的一个模板。同时当然也知道在 Hyperledger 中其实有一个文档工作组。Fabric 的文档其实也有很多是工作组的成员，然后辛苦的来编写的，然后也经过了很多讨论、很多轮的迭代，然后才呈现出了这么一版比较丰富、比较漂亮的文档。然后还有就是在国际化工作方面，其实 Fabric 就 Hyperledger 现在其实也在积极的推动Fabric 项目文档的国际化。目前我大概统计了一下，现在在官方文档中已经有11个语言正在翻译。这些语言的翻译工作进度可能有些部分语言还没有特别的进度不是特别的快，但是大家是在慢慢的开始已经贡献了。这里边因为中文可能是从2017年就开始，中国社区就开始组织大家翻译中文，把 Fabric 文档翻译成中文，所以目前来说可能中文的文档翻译的进度会更快一些。同时我们其实也已经完成了你在 Fabric 官方文档 ReadDocs 这个网站下右下角选择的时候 ZHCN 然后 Release 1.4， 其实这个版本的文档是基于 1.4.2 来翻译的。1.4.2 的文档翻译出来，完全翻译出来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工作量。因为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 Fabric 文档更新的速度特别快，
但是我们因为是志愿者翻译嘛，大家都不是全职的，所以大家的就是翻译的进度也会稍微慢一些。我们每之后，发布的文档已经又更新了一版了，所以我们又得又我们又是很手忙脚乱的，然后存旧版本，然后往新版本进行更新迭代。所以那个迟迟的一直没有把一个完整的版本的文档翻译给结束，翻译出来，直到1.4.2的时候，当时我就是感觉，这个文档已经是翻译了很久了，我们得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所以就组织社区的朋友一起，然后把这个文档翻译集中精力，然后翻译了出来。1.4.2翻译出来之后，其实在 Hyperledger 官方的 Twitter 上，然后也进行了发布觉得还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后来 Fabric 2.0出来之后，我们就开始翻译存2.2点，目前2.2.0的这个文档已经是大部分都翻译完了，还有小部分章节的话，可能还有一些需要查漏补缺的地方。把它给完善起来。在翻译这个工作，其实不只是 Hyperledger 在做，我现在的工作单位就是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CAICT）。其实我们也是特别的重视文档的国际化工作。我们这边其实之前做了一个这个叫研究报告吧，叫做《工业区块链应用指南》。Industrial Blockchain Application Guide 这个指南呢，我们第一版其实是使用中国是中文写的。我们写完之后呢，也是联合着Hyperledger 社区，然后在社区里边，然后就是发了通知，看有没有人愿意来贡献这一块内容。然后社区这边也有一些人帮忙，然后把这篇中文的研究报告，然后翻译成了英文，并且现在已经在这个可信区块链推进计划，也是进行了发布。然后 TWGC 呢，我们 TWGC 其实就是Technical Work Group China，就是超级账本中国技术工作组。我们的工作组现在其实我们的志愿者们是从2017年开始，就在积极的翻译 Fabric 文档。除了 Fabric 的官方文档之外呢，其实我们还翻译了 Characters 的白皮书，就是 Hyperledger Characters，那个跨链的项目，然后还有 Hyperledger 的推文，还有 Hyperledger 的一些博客，我们都会做一些翻译。然后现在呢，我们也是在根据我们之前所做的一些翻译的工作。然后再制作一个 Fabric 的中文的视频教程，现在同步在哔哩哔哩还有腾讯视频在发布。OK，这里我是就以 Fabric 的文档贡献流程为例，然后为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为一个项目进行文档翻译的过程中，应该是以什么样的流程来做贡献？当然，我们这个流程的话，不能说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流程，但是，首先它的一个优点是使用门槛比较低，写代码的朋友其实对，Git 的使用方式都比较熟悉，就用起来比较方便。另外一个就是对外部的工具依赖的会比较少，就降低大家对贡献的一个复杂度，首先呢，我们对 Fabric 文档进行翻译的时候，也要 fork Hyperledger Fabric 的一个文档仓库，这是文档仓库的地址。对于平时可能用 Git 比较少的朋友来说，可能需要先安装一个 Git。Git 是一个管理代码版本的一个工具。这里我们也用它进行文档的管理。然后还要在你的 GitHub 账户中配置 SSH，然后配置好之后，
然后就可以使用 git clone 命令，然后把这个仓库克隆到本地，然后 check out 到你想要翻译的分支。比如说，我们现在想要翻译的是 release 2.2的分支，那么就 check out 杠 b，然后release 2.2，然后就可以进行翻译了。这个是前期的准备工作。然后第二步呢，还需要认领任务。因为我们的文档翻译和开发和代码开发其实是很类似的，都是有很多人协同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为了方便大家协同，为了让大家就是对一个文档少做重复性的工作，所以我们在 GitHub 上，然后开了 issue，每一个 issue 其实就对应的是一篇尚未翻译的文章，以这种方式，如果你想翻译其中一篇文章的话，你就可以在issue 下边留言，然后管理员会在看到你的留言之后，把这个 issue 分配给你。这个时候大家就知道这个任务已经有人认领了，就不会再有重复的人来做这个工作。之后你就可以来进行翻译了。这里我补充一下，就是翻译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一般是使用你自己和比较擅长的工具，比如说 VS Code，然后 IDEA，或者是 Atom、Tapiro，等等这样的工具，你就可以按照自己习惯的方式来翻译。翻译完成之后呢，文档需要上传。上传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保持原来文件的原本的格式，比如说原来的格式是Markdown 或者是RST 格式的文本，那么还要按照原来的文本来进行提交，提交的时候，然后首先和Hyperledger 下的仓库的其他规则一样，需要进行 sign off，就是在 commit 的时候加上一个 s 参数。然后先提交到本自己的 fork 的那个仓库中，然后在仓库中，新建 PR，向原本的 Hyperledger Fabric Docs，18N 这个仓库中提交 PR，申请把你已经翻译的内容合并回官方仓库，之后你就可以等待管理员的review 和相关的合并。如果是管理员对你所翻译的内容有意见，他就会留下一些评论 comments，然后你就可以根据你管理员评论，然后把你的翻译内容进行修正，修正完成之后，管理员最终会把它合并到官方文档中，之后就可以在 read the docs。页面中看到你所贡献的文档了。上面是分享这个以 Fabric 为例来分享如何，为一个开源项目贡献这个文档，就是贡献的流程。然后下面呢是我自己总结的一个好的开源项目的文档该有什么样的内容。首先呢，我认为一个好的文档，必须得先有一个清晰的大纲。这个大纲是你学习这个文档过程中一个整体思路。比如说，右侧是这个 Fabric 的大纲，右侧是 Fabric 文档的一个大纲。我这个总结过程中，其实还是很多程度上参考了 Fabric 大纲。当然，Fabric 的文档在经过很多轮的迭代之后，我觉得它的文档的大纲和实际的内容有一些偏差了已经，但是它的大纲还是可以的。我认为大纲中首先得有一个项目介绍，有了项目介绍，大家才能认识这个项目，了解这个项目的作用，然后才能决定是否下一步，然后要继续，然后使用和学习这个项目。第二步是环境搭建。因为软件环境，每个不同的软件它可能使用的开发语言还有开发环境都不一样，
所以这里需要有一个环境搭建的环节，告诉开发者怎么准备一个合适的环境，方便自己后续的使用。第三就是快速入门。快速入门是引导开发者进行快速上手，然后快速利用，快速使用这个项目，然后的一个快速使用项目的一个章节。快速入门里边呢，可以是我们先为项目提前写一个 sample 或者是 test。大家就可以快速的通过这个 sample， 然后知道这个项目的运行起来是什么样，然后同时有后续深入的学习过程中，也可以通过这个 sample， 然后来分析的源码，然后方便自己做一些应用开发。然后关键概念，当有了对一个项目的整体了解情况之后，我们就需要为用户来解释我们的项目是什么，因为不同的项目它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概念以及关键词，比如说 Fabric 中它的通道、它的 MSP 这些概念，对于其他的一些没有使用过 Fabric 的开发者来说，可能就不能一下就理解一下就接受，所以这里我们还是要对我们项目中的一些关键概念做一个介绍。还有一个就是关键功能的介绍，有了概念之后，我们就要介绍我们整个项目的功能，我们项目可以干什么事儿，然后支持哪些，比如说Fabric 中支持哪些状态数据库啊，支持哪些共识算法，然后这个查询应该怎么用，链码该怎么开发，这一块功能就应该在这个关键功能介绍这个环节中主要向开发者介绍我的项目可以做什么事儿。然后就是高阶的介绍，比如说系统架构的设计。对于一个已经熟悉了用户熟悉了怎么使用项目的人来说，使用只是停留在一个表面的环节。后续如果想对这个项目有更深的理解，还有更深层次的应用的话，其实还是少不了对系统架构架构的认识。所以我们这里最好还在写一张关于架构设计的说明，告诉使用者或者开发者，我们的这个系统它从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来想的，然后要做成什么样子，中间对这个不同的模块是怎么做了模块化的设计，然后是否是做了插件化的这种可插拔的设计，然后对数据库的支持是怎么样的，这些可能都是需要在架构设计中然后向用户进行说明的。这里当然架构设计的话有架构设计图是最好的。其实我特别喜欢 Fabric 中它交易流程的那章节所画的那个甬道图，就是描述了在 Fabric 中整个交易的流程。交易流程其实是在一个区块链系统中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个流程，只要懂了一个区块链系统的交易流程，那么对整个区块链的懂了很多了。这是在架构设计这一块。还有一个贡献指南，我们的开源项目既然开源出来，那就是想让大家一起来参与贡献，然后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讨论。所以这里我们还是要写一个参与指南，告诉开发者你如何来参与到我们的项目中。当然参与指南我觉得可以分为两个部分，首先一个是代码的贡献，代码的贡献主要是为开发者来提供的，还有一个是文档的贡献，就是告诉开发者怎么来贡献我们的这个项目文档，或者说怎么来为我们的项目国际化或者翻译工作来做一些贡献。还有就是比如说教程方面的，还有这个博客该怎么写的相关的类似的一些贡献指南。还有就常见问题解答，其实我们在使用一个新项目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很多头疼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新手来说可能是一头雾水，很难排查，但是对于一些有经验的开发者来说，
这些问题都能找到这个解决途径，所以我们把常见问题可以列在 FAQ 中，然后告诉大家，这个可以节省大家解决问题的时间。除了文档的大纲呢，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好的文档中还要有优雅的文字。写文档其实虽然不能像写诗一样那么的不能把语言精炼的那种程度，但是一个优雅的文字写的优美一些，语言表达比较简练一些，表达清晰一些，对于阅读文档的人来说可能会更容易的理解你所表达的意思。另外就是需要有漂亮图表。纯文字的描述其实相对于图表来说理解起来会稍微慢一些。如果配上了漂亮图表，比如说一个示意图、流程图或者架构图，那么我们在这个理解整篇文章的过程中，就是会先通过这些图就有了一个大致的直观感受，然后再配合下面的文字解释，就可以很快的理解作者所需要描述的意图。右侧这其实就是我从 Fabric 的官方文档中摘出来的一些图表。我觉得这些图表在我学习整个 Fabric 的过程中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看不懂的时候就会先理解这些图，然后对着每张图片下边的解释，然后来一点点理解这个Fabric 的功能。所以一个漂亮图表对于整篇文档来说还是很重要的。但是呢，这里其实我们的开发者因为我们对代码每天都是关注在代码上面，所以我们读的代码可能比较多。我们在写文档的时候，更多的时候可能为了省事就想把代码直接贴过来。比如说我们定义了一个区块的结构，我想在文档中告诉别人我的区块结构什么样的。这时候一个开发者他可能就直接把 proto 里边定义的字段直接给粘了过来。但是这样的做法其实是非常不友好的。相对于这样的做法，更优的方式应该是很可能就应该是画一张图表，然后在图里边描述出来每一个字段的含义，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大家更容易理解一些。然后就是在制作文档中的一些问题。首先是文档贡献意识的问题。很多开发者不愿意写文档，因为他们可能更注重把代码写得漂亮，把业务逻辑写得完善。很多贡献者也只注重贡献代码，所以就忽略掉了对这个项目文档的贡献。这个是对文档贡献意识的问题。还有就是对文档贡献工具的问题。其实现在对代码贡献来说有很多的代码编写工具 IDE 等等。但是对文档贡献来说其实还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文档贡献平台。特别是翻译这一块也没有一个特别完善的然后用起来非常舒服的一个文档翻译的工具。所以文档贡献的工具还是比较缺乏。还有一个文档标准的问题。其实现在没有一个标准的文档的编写规范。这一块所以大家写文档的时候大多数都是基于一些经验或者是一些自己所定义的规定。所以写出来文档可能有一些参差不齐。还有第三个就是语言的问题。为了项目的推广，很多项目会编写英文文档。但是其实有很多人母语不是英语。所以我们就很可能需要做一些本地化的工作，然后做些翻译的工作，把文档翻译成自己国家的语言，这样就可以引导其他人使用自己的更好的使用自己的项目。OK， 这是我今天分享的主要内容，然后时间还有一点，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讨论。
OK，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先这样。Thank you, everyone.